来到狗巴迪现场，好多狗狗，狗狗大聚会，来看看狗狗在会场的福利，喝狗狗奶茶，无止境的拍照，帮狗狗美容，看狗狗吵架，终于轮到朋友比赛，一出场就搞笑，还好狗狗很强，哈哈哈。玩不动了，狗狗也有点累，加油！到这一关，选手已经脚软了，来到狗狗轻松的关卡。给大哥撒个娇，我真的跑不动了，我有这么重吗？两个人都抱不动，大哥快抱我上去！快到了，快到上面了，最后的冲线。什么感想？快乐了，把拖累奶车都后退了。